男士都会送花俾伴侣噶，花价就比旧年贵咗大约一成。刘俊江报道。唉，玫瑰花有鬼用咩？哇，咁痴缠嘅，唔系啊嘛？咦，考成点啊，思思？啊，冇啊，都系咁，所以决定出外国读书啦。嗯，咁好啦 ，Kevin 他将送俾你。咦，思思嗨我，等我覆翻佢先。感情愛事，點啊？點啊？不過門不便，變賣 Valentine。